我们又有新的手账贴纸入手啦，这次的有点不一样哟。我的是小麻薯百变衣柜，彤彤的是布丁儿可爱衣橱。哒，先来分享我的吧。小麻薯百变衣柜一，一共有20张哟，一一给你们看一下吧。第一张是漂亮的衣服，第二张是猫咪的衣橱，恭贺新春，最后就是人物了。对，今日发型，俏皮的双马尾，可爱娃子头，哇，每一个小女孩都非常可爱哟。这个衣服是小猫咪的吗？应该是吧，看着大小像是不？漂亮的小帽子，用来装扮这些可爱的娃娃的。哇，这个衣服好漂亮呀！也要给这些娃娃都穿上。这里是裤子、眼镜，今日搭配一些小饰品。这好像就是背景。嗯，背景也很漂亮。这是什么呢？场景。豪宅加豪车，还有地铁，哇，好可爱的自行车，还有两个今日发型，这个怎么用呢？小朋友们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们哟。还有两个背景，还有两张字，小麻薯百变衣柜二，哇塞，好漂亮呀，大卷发，哇，这是中式长发，哇，古典美，也是古典美，哇，这裙子太漂亮了，这个好漂亮，嗯，都很好看。哇哇，这家具好漂亮，这是宫廷风吗？看这，天哪，城堡，这是男士的，对，骑士的服装。哇，豪华旋转木马和摩天轮，真漂亮。城堡，这衣服挺好，太漂亮，这衣服要出嫁的头饰吗？这还是男士的。嗯，你看五香五色的。哦，嗯，这是男士。这啥？还有一些文字，然后还有，哇，这个好漂亮，有皇冠，有项链，有发簪，很好看哟。该我啦，我的是可爱风。看彤彤这一份，哇，这些小可爱，可爱的小头饰，哇，小兔子穿搭，就是一些配饰，还有漂亮的衣服，上身，嗯，上身好看的上身，这也是漂亮的裙子，漂亮的衣服，漂亮的衣服。漂亮的配饰，哇，这一些家具真好看，背景，背景还是背景，对，也是背景，好看，只能说是好看了。最后一张，然后也有两张，一些文字，对，文字和英文字母。我们的分享完了，你们觉得这个系列好看吗？